好了，这是我们今天下午的行程。走，哇！前几天呢，有一个帅哥粉丝送给 Happy 一个遥控车，然后呢，来 Happy， 你自己操作吧，往下压就会往前走。来，大大豆豆，来陪弟弟玩遥控车。我们九九今天在睡觉，很正常啦。现在呢，正常都是下午六三宝。那等一下结束呢，再带那个九九嘛，带九九跟 Happy 出来玩。你不对，你要去哪里？来，大多来，走啊 ，Happy 来，来这边玩。你坐在这里，快点。哦，你这样看得到车吗？可以呢，家用呢，三岁小孩在远方玩遥控车，往下压会往前走，往下压会往前走，你要来这边看啊，你没有看到车怎么操作？遥控车在这里，多多你们自己去玩啊。我知道，我把机车牵过来这边。好了，我们把机车往前移，往下压，往下压，遥控车就会走了，往前走了。有吗？还是它卡住了？卡住了。来，好了。还快满三岁了哦。这个月底呢，我们 Happy 就满三岁了，人生的。也开始学会遥控车了，已经到了一个遥控车的世界了哦。哇，再往下压，往下弯，往前。哦，真的会呢。哦，好难对焦。哇，你跟人家聊天。啊，多多。好的，你们自己玩呢、啊。哎呦喂呀，不要说自己玩，大大已经在自己玩了。你要往上拉，往上拉才会后退。对，哦，大大，真赞的哦。啊，来，那你再往，多多，你要追车吗？想要追车吗？多多想玩球啦。你要玩球对不对？来，去吧，准备。来，东东，去吧。哎呦，花式翻滚呢，卡设计的啦。多多很多时候都这样子，他就是有时候玩球呢，他根本不会。在意路况，他都只专注在那个球上，所以呢，有的时候都会踢到树枝，脚就会受伤。卡住了，你往前，往下压。卡住了。卡住了，好，来帮你。柳树下的大大，帅哦。好了，往下压吧。好笑的，就是他昨前天刚拿到这个玩具的时候呢，卡住了。来，前天刚拿到这个玩具啊，我就骗他说这个是声控的，然后手上我拿着遥控器，然后就跟他讲说，你就跟他讲去找爸爸，他就会来找我的。然后呢，他现在都会一直不断的跟这台车说去找爸爸。好了好了，不是哪样，哎呦，水瓶座崩溃了。不然是怎样？这里有一个洞哎、欸，你等一下冲下去，你的遥控车就不见了哦、喔。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水瓶座，那水瓶座呢，真的是外星人。拍下去。他没搞很多。遥控车已经好想拍下去。
这里有一个洞呢，你等一下冲下去，你就没有遥控车了哦，你车就不见了哦。对，我们要往那边开。不要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哦，你要往下面开哦。那我这个有网子呢，我爸爸又捡不到车哎，怎么办？就要这样卡住遥控车。哦，你要卡住是不是？嗯、好，那你把手拿去卡住吧。好，卡住了。你帽子要不要脱下来啊？很热哎。帽子要不要帮你脱下来？这样。那比较凉。哎呦，大大，大大，那你还要玩玩赛车吗？嗯，要把它塞进去，然后不要掉下去。嗯，不要。那、啊、我要把它塞进去还是拿下来呢？大大已经在旁边等了。嗯，陪弟弟玩遥控车哦。嗯。看来我们的车子卡住了。崩溃，而且他一边崩溃还一边在控制遥控车。你要怎么样？我觉得囡仔没搞到这样。卡住。那你卡住，他就不会动了呢。好，卡住了，他就不会动了。他又会动了吗？你往上拉。哦，动了动了。嗯，大大好气，在跟人家跑步。好玩吗？哎呦喂呀、啊！哎呦喂、啊！你是牛吗？快点控制遥控车。奶奶，陪弟弟玩遥控车啊！啊，又卡住了！哎呦，哎呦，会呢！哇哇，卡住！去找爸爸，快点！你控制他来找我。哎呀，我们多多，多多，你球球咬过来，快点！拿什么？他又卡住了，对不对？开遥控车呢，在一个乡下这种空旷的地方，小孩蛮放电的。但是呢，这一只就是不会放电啊啊、哦哦！你都不运动呢，啊，你越来越胖呢，跟你爸爸一样呢，啊！你在车上干嘛？哦，用丢的。好，控制他吧，叫他来找爸爸。哇，老鬼，往上拉，多多，球球给我，快点来，去找爸爸。哇，真的会哇，又卡住了，往后往上拉。什么东西？你捡到一朵花哦，这么棒哦！那要不要回去送给奶奶？嗯？怎么会怎样？怎么吹起了风哦？
因为吹起风，花就掉下来了。好漂亮的花哦，你要不要送给奶奶或送给妈妈？不要，对了，算了，我收下了。那你这个车卡住了，我们来这边，好，可以了。去找爸爸。去找爸爸。哇，又卡住了呢。他可能在练习一两个月呢。应该会蛮厉害的啊！这是人生第一次操纵遥控车。你去那边吧。哦，好。啊，你要让车子过来是不是？好。好了，我来了。你叫他来找爸爸吧。多多，你球球要给我吗？啊，他要。哇，他真的来找我了。哇，就弄掉啊！他现在只会前进后退，他还不会，不大会用那个转弯的部分。转弯的部分呢，之后再训练。来，多多球给我。这里面不行，这里面那个车跑不动。你要玩里面玩车，我下次再买一个轮子比较大的。去吧。水啊、哦！大大，你要挡住我啊！你看，你看他这里就会卡住了，他就跑不动了。我们要去那个马路比较平。为什么不平？对，在这里比较平。你在哪边吧？好，我在这里。那你把车放对向我。对。爸爸。爸爸。你要把车面向我。对，这样子。好，去找爸爸，按下去吧，往下压。去找爸爸，去找爸爸。不是这样，你要遥控他啊，你要按下去，他不是真的声控，他一直深信他是真控的。爸爸，往下压。去找爸爸。来吧，哇，真的来了耶，你好强哦。大家超强哎、欸，他这真的在我旁边呢。怎么又吹起了风吗？这种风天气呢，就是惬意。哦、你看，又卡住了，再可以快去把车捡回来，快点！车子在那里。啊，那我继续来陪小孩，你继续呢？我继续来陪小孩啦。那今天我们的三宝呢？九九在睡觉，等一下我再问一下他老人家要不要出来走一走。他下午有出来走过一次了。啊，我要来专心陪小孩玩车。感谢你们收看。啊，我今天呢，今天晚上九点，我的那个上派奥俱乐部的频道呢，日本的第三集呢就会上了，哦，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，拜拜，九九，你有没有去抱抱九九？那边你要去哪？你要跟九九抱抱？抱他吗？嗯。他不会跑走吗？不会啊。你说九九我爱你，九九我爱你。嗯，九九怎么大便呢？九九没有大便啊，九九老了。九九老了。嗯。那大大有大便吗？没有。那我有大便吗？你今天早上有。可是你有尿尿吗？我有。九九回家喽。